看什么？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这么久没见，你难道不想我呀？少跟我来这套，这可是智人的公司，被人看见怎么办？这好端端的，谁会来这暗穿通道呀？你是不是就想要钱？还是露露最懂我，我就喜欢你的善解人意。今晚下班，咱们老地方见。我不去，我在跟智人备孕呢。不是，你们都在一块一年多了，还没怀上？哎，你跟我在一起还怀过两个呢。哼，是不是他不行呀？你给我闭嘴！钱我会打给你的，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。等你啊。这个是我收藏多年的普洱。这活我根本干不完，这么多文件，两天我根本看不完啊。这按照正常人的速度应该够了呀。是我没有考虑到你的能力问题，那我再给你两天够了吗？哎，露露啊，工作认真点啊，勤能补拙嘛。李总，嗯，今天晚上有个饭局，你有时间吗？今天晚上啊，我今天晚上我约了李董啊。智人，我替你去吧，看文件这种活根本不适合我，我还是适合跟别人交流。可是，这个饭局挺重要的，王总。没什么可是的，我一定能搞定那个王总。智人，你就相信我一次吗？哎，行吧行吧，你去吧啊。赶紧给我打钱。那是谁啊？问路的。问路的。晚上的应酬跟月然好好学学，千万不要胡来。哎呀，我肯定能行的，不就是吃顿饭吗？好，相信你，走吧。